有要什么反应吗？照样讲，但男生也不要讲太难过，就说不合你口味就好。就是特别，特别。你啊，你会，你会，你会。原厂打原厂，准备开始喽。啊，借我喝一口。我们就等一百个人的，那现在已经开始。现在看不到你，有声音而已。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就先瞎聊一下。你们就静静玩。菲律宾吧。一年365天，365天没有这么夸张。但是我想要，我现在觉得累了，我现在想要留在台湾。你都自己去玩还是工作？一半一半，自己去玩跟工作都有。本身也很爱穿。本身就是对啊，就刚好，朋友帮我去那边的，就顺便去一下。大家都在上班。没有，就像是你之前去打工旅游，你就会认识那边的人，然后那边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那边的人，就是大概这个概念。爽。你韩国会有？你韩国会有？就有韩国朋友。有蚊子吗？我刚刚不知道怎么用手吃。我也习惯了，我不喜欢用筷子，不习惯。因为我觉得这好像就是要用手吃。可爱。谢谢，我们放在这好了，塞在后面。开始吗？已经100个人了，还没。哦，所以他开始了，已经在开始了，是不是？就是开始。那就是没有，现在已经开始，所以我们就先聊天，然后一百个人，那认真开始上班。哦。对，不然人太少了，上班。所以我们今天不会看到自己，是不是？现在不会，我们看不进来了。怕我们一直看 monitor。对，因为想要看 monitor 说。进去了。什么意思？要进去了？哎，你知道那个王美直播刚开始都一定要怎么样？王美刚开始都是先聊天气嘛，我觉得发现王美有新的招数。什么招？他们只要戴教我教我戴一个黑框眼镜，然后跟大家说自己素颜，然后说我现在真的很丑，我现在真的很丑，都没有打扮，然后你看那个放大片跟那个就是只是眉毛也绣好了，对，那眼线也绣好了，睫毛也绣好了，然后戴个黑框也绣好了，对，戴个黑框眼镜，如果说他很丑，他现在很丑这样。我以为他们是会先看那个说，哎，有人吗？不是这样子，没有，那是老招，现在新招。以前不都会说有人在吗？嗨，那是以前的，以前现在都要说自己现在素颜，然后在家没有打扮，我学起来了。对，然后都要求，然后就是要等粉丝说不会，你这样也很美，因为这样就太失败，你知道吗？真的假的？我还有留过，我就是想说，好，我就给你你想要的东西，说不会，这样也是很美的。有没有觉得我人很好？人很好啊，可以学起来。对，然后他们只要戴个黑框眼镜，就说自己很丑。哦，所以现在一配围巾。对，招数是一刻，我已经我观察，开始什么东西？开始吗？过头，过头。我们家有了，有了，有了。PD 一的话 ，PD 一有100多，我100个人才要上班。180，180。哦，好，可以开始。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表姐 Online， 我是丹妮表姐。那今天我们的来宾是何嘉文 CC。我要就直接讲了，因为你知道，我们今天就是白马。我今天素颜，我今天素颜。对，我素颜。刚刚那一招立马用吗？立马用。那我没有黑框眼镜。王美都这样。素颜，哎，我们好乱哦。你们好丑，你们就没有说没有，你们素颜也很好看。没有，他们就留说你们三。你们真的是素颜。对。明明浓妆的浓妆成这样。对。嘴巴都嘴巴都这么厚重了。好，因为我呢，我本身是一个酒鬼，你是酒鬼吗？我是酒胆，不算酒鬼，因为酒量很烂。你是酒鬼，我很确信，因为刚才报录影现场的时候，他立马就检查每一瓶酒，哦，这是英国的那个，这到处都有。马上先看趴数，这一集如果你没有找他来，他会记恨一辈子。他会觉得你没有。我想说，哎，对啊，为什么没有？我本身真的是酒鬼，因为你知道，单身的女人只剩下酒。招喝酒需要到6月20，6月7号到6月20，加了个金。
定的全世界就是一个开始对开始了对就是比利时、德国、美国、加拿大什么都有对都是各个国家的对各式各样酒来直接给我来说吧我要喝这个看看看看看看看有杯子一人倒一个直接喝看好我先开这个很特别因为你没有看过有酒是用这个装的吧对他手上的那也是大官冰沙美这个通常是拿来装洗衣机对不好意思好吗好吗是家庭装吗之后我就太想要尿尿了，而且计程车还给我开错地方，所以我们要走很久回到我们的那个饭店。哦，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草丛跟路边，然后我想说，嗯，去上个厕所。然后我朋友就大，他就开始那叫什么东西啊，大肆宣传，就说你很夸张，这还好？对，然后我们。
因为路边的草丛里，对不对？对啊，我就是看不到你的吧。啊、然后我就，他就因此，我们就因此有点小吵架，因为我想说这到底有什么？这什么好吵？他小朋友还不行吗？然后我就，开始讲说，我之前在那个北极旅行的时候，我是每一天都尿裤子三次，因为都来不及脱掉那些东西，那些你知道。装备、哦、为什么会来不及？因为第一个是在很冷的地方，你本身就尿很，就是你膀胱就储存的比较少。我在想说，是旁边有结冰还是这样，很容易想要尿尿。对，然后旁边就是那个冰箱的那个冷冻库。对对，这个对冷冻库。你说膀胱厚小，对，厚度就比较那么厚，那东西变好。重点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好，当你要就是你可以憋，等到你看到厕所门的那一刻，你就憋不下去了。立刻。对。你在北极吗？就是。你在台湾，你平常要锁那么紧，对不对？对。觉得你可以忍到马桶，但当你看到马桶那一刻，就对，你就其实坐在马桶面前大松。所以在台湾那些脏的厕所都是两种。平均一天尿三次在裤子上，因为北京本来就没有厕所啊。那你脱下来的时候，它已经结冰了，就是结冰的。我不夸张，就是裤子是硬的哎、欸。可是北京为什么你会那么冷？是因为北京没有。因为第一个是我们要徒步走很多地方，没有什么交通工具，然后走到一半，突然就他想尿尿了吧，然后就你也找不到，对、然后他好，我要脱，我就在路边就是那个冰块，对，就准备要脱的时候，然后你知道那个在裤子大概穿5层吧。哦、你根本脱不起呀、啊！太长了。哎、欸，但这个问题是现在出了问题。那你在北京那么冷的时候，然后忍不住就尿了，对不对？对啊，就感觉到一阵温热，就会觉得，对，我跟你讲，温热之后变成冰的。但是，对，它是温的，但是这真的是生，等一下跟人家讲的太无聊，就生存的技巧。就如果你真的。你真的如果是在海里或者是在那个冷的地方，你失温，你就要尿在自己身上。哦、oh, ，可以，对，你就会瞬间有一个保温层。可以，但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朋友很不厚道。然后，对，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吵？我那时候说，我尿不下，我憋不下去，我快憋不下去。他说，快到了，快到了。我说不行，我现在就是要尿。然后我就走到那个草丛里面去，然后他就开始隔天开始跟每个人讲，你知道吗？昨天C C在路边尿尿。这还好，结果我现在在这边讲，我觉得真的还好。如果你今天在路边大便，我跳了。走出门口之后，大家才发现不对嘛，想说，哎，为什么我朋友的男友就走出门口这样？那
我男友是去尿尿吗？然后我们，然后其他几个，我那时候已经吓出一身冷汗，然后其他几个朋友就说，包厢里面就有厕所，怎么会出去尿尿呢？对不对？然后我朋友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哦，我不夸张哦，我就这样，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然后大家就有点你看我，然后我就这样子，什么意？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有点吓到，我想说他怎么？我怎么觉得这已经像鬼故事了？对，吓到，听起来有点。我再说三秒钟之后，那个包厢门就这样啪打开，这是鬼故事吧？我朋友就说何嘉文给我出来。可是我跟你讲，他今天会生气的原因，表示他真的不是小孩，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小孩的话，他不会生气。对，但是因为你知道，其实我那当下已经酒醒了，就是我立马。可是我在走去包厢后面的几秒钟的时候，我想说怎么办？道歉啊，总之就道歉。对，然后我一出去之后，我就装醉，我就是对不起。对，可以，知道可以。我喝太多了，对不起。一加一等于八。不好意思，对不起。一加一等于九。而且你知道我有多夸张吗？我居然还抓他男友的手，跟我朋友手说：“祝你们百年好。”结婚了，但他们在香港结婚，那就没有找我去。怎么度量这么小？这也没什么事啊。因为我冲人家说你是骗子，没有喝醉这还好，喝醉这还好。对，那我们现在开始玩游戏。好，哎，但是你没讲。我跟你讲，我就最近就是跟朋友出去的时候，然后我回到，就我跟你讲，喝完，我想我很能喝嘛。对。后来我讲有一个粉丝，他就是说表姐，我是你粉丝，然后他就拿一杯酒来请我。我喝了那杯酒之后，我就断片，我认真假的，完在下药吧？他想离婚你吧？没有，他是给，因为我粉丝都是给，没有直男，对，所以我完全不担心这方面的事情。就我给，你知道，这是跟电影一样，好可怕，就是从立刻床上就这样跳起来，我说天哪，你怎么在这里？那我妹就直接说，是谁的床上？我自己的，对，好无聊，旁边也没躺的人。很大声！你妈的，你是谁？
只要手部输了先剪刀石头布。哎哎，是蛮热的、啊，不然你要不要调高一点啊？对啊，这个头发这个高度我 OK 啊。这高哎，可以调这样子啊，这样比较好转。哎，你刚才好窝囊，你刚刚。开始。对，一，哎，这个犯规啊，蛮可爱的。小金，你会咖啡吗？真的很好喝。对，这咖啡味很浓。是。来倒计时。我们三个最推的是这个咖啡味。这个也蛮好的，这个。快点，快点，快点！倒计时，倒计时，大家现在没有。我完全没有来理他。哈哈哈哈哈！计时，对。因为那个啤酒不冰还好喝，其实真的。就是蛮好喝的，像平时。要哪一个颜色？ Sweet white wine， sweet， 那就 white wine 好了。可以吗？追不完你爱，爱我梦里我在，也是你的秋。直接喝，还没有杯子。很甜吗？太夸张了。可以用仙女的方式吗？嗯，哎，你窝囊哎，因为这个地板好滑，六点五，好，还不错，还方向转，转方向转，因为我很在乎趴树，有晕哦，有晕，现在酒量不好，哎，有晕，形象原著，我觉得。逻辑对，好难哦。哦，开始了。我们要跟观众互动吗？我进。
不要理他们死活。是观众出题吗？对啊。题目在那里，在那里。所以你不用。嗨。好来开始哦。几个字？几个字？那我今天做什么事？对。这个最好喝啊，这是什么？这个国家是什么？奥地利。
觉得会不会是奥地利、啊？这个青色一定是奥地利啊，因为感觉是最。我觉得这是台湾哎、欸。怎么会？所以很淡，就是台湾可能出的那种啤酒，水果啤酒。是吗？可是这两个，这个是德国吧？这个有点苦，这个像德国。你们分得清？哎，你们分出来是杯子哪一个是哪一个？用词也不知道，因为这两个名字很像。这个有点苦，这个应该是德国。我觉得好了，这是奥地利。德国，我们刚刚迅速换杯子，他们知道工作人员知道哪一杯是哪一杯吗？是德国，这味道好苦，好苦，特别好惨，这没那么苦，这德国比较好，这应该德国的麦味比较重。啊、好，猜好了，猜好了，我再喝一下这杯彩色的，彩色的应该是奥地利，因为最虚无缥缈，那也不同，因为我也不知道奥地利有什么就音乐家，所以觉得它最特别。是 吗？哎、欸，我们答案是像答案是一样的，没有，我答案是德国、台湾、奥地利，差不多。你觉得这个是台湾？你觉得这是奥地利，这是台湾？因为我不知道奥地利有什么味道、欸。哦，所以你答案这个是台湾？我觉得这是台湾。我跟他觉得这是奥地利。好，奥地利这是台湾，这是德国，所以我们一致认为。所以我们两个答案是一样的。对，然后他的跟我们这个两个。好，那公布答案。表姐跟嘉文对。离场了，你是酒鬼啊，你是酒鬼，酒鬼就常喝而已，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是没有创意，台湾人不会有这种东西。你要跟台湾人道歉一下。台湾人喜欢传统的传统的味道，这个有一个柠檬还是什么？因为这种味道的啤酒在台湾卖不动。对啊，很像那个，很像台湾，很像那什么水果台啤。可以给我解答吗？这个是什么奥地利？奥地利的什么口味？哦。我要吃台湾的，它是葡萄，因为好好喝，啤酒葡萄的样子，奇葩，我现在这个趴数跟你一样，奇葩，是不是看趴数？哎，才两趴，好少，两趴。对啊，它真的不好。要是我们打，最后是谁赢谁输啊 ？KOL， 哎，它这个好特别，它是不是电影《健忘村》的回魂啤酒？哎，台湾做的，对，所以我们好厉害哦，这很有趣，《健忘村》这一杯吗？这一杯就这一杯。蛮特别的，所以真的什么都有哎。这个周末礼拜五一定要先去扫货啊！开业吧，真的蛮值得扫货的。所以到底谁最赢啊？小姐，哦，是我吗？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是不是还是要惩罚之类的？没有要惩罚，惩罚就把它喝一喝就好。哎呀，谢谢，那我要超棒的，我今天真的输了太一半了。那一桶喝掉，你才把哎，他说输了把这一桶喝掉。哎，你拿起来，你拿起来，先喝。这一桶很荒唐哎。你看，这一桶超荒唐的，哎，那桶拿起来，这桶超重的，对，因为你开 party 家有这，而且它是从这里开，对，就是家里自己的小量小啤酒，是对喝奶粉的意思，一定要约暧昧对象到家里，等，现在我现在颁奖了，喝了，然后表姐不能喝，啊，我跟你讲，他是五手牌，不好意思哦，直接给我，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在干嘛，因为我们是会不会有人直接讲了，因为我们对我们就直接发家弯。中途竟然发现是三个女人都在看，我刚一直在喝酒，因为家乐福的那个啤酒博览会，现在对家乐福进了非常多各式各样国家的那个平常不太好买的啤酒吧，是的，平常真的应该一般的店不太好买，一般店不会买到的，是你没有办法一次买那么齐全，哦，也是，然后都买，顺便讲一下那个神秘的那个啊，还有那个吗？这个拿起来给大家。这韩国现在很红，讲到跟口味一样。然后这个是那个可乐跟汽水，可乐在这边，可乐跟汽水还有养乐多的油。我个人最喜欢是汽水口味，我个人最喜欢养乐多。我蛮想吃看汽水的，这个吗？好，养乐多也很好吃。然后这个吗？像这个是 cheese 吧？嗯，汽水口味听起来像宝咖咖哎。养乐多口味就是甜甜的，甜甜。嗯，好，那我你们颁奖。好，颁奖给你。来吧。虽然我也不知道颁奖。就喝酒很开心，然后领主持费，然后还有酒可以喝，多棒！谢家乐福，谢家乐福。觉
觉得如果现在要开始一夜情了，然后他没有卸妆，他会很阿杂。我说，可是等到你卸完，人家也很阿杂啊。对，重点是你喝醉怎么卸妆？好，那我现在问那个观众网友，对，如果比如说你今天一夜情了，然后你没有卸妆，你早上起来，你的眼睛旁边都黑，然后睫毛高晕开啊，脸上妆都花了。没有，我跟你讲，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你发生一夜情的时候，你的妆都被对方吃掉，所以你就不用卸妆。没有，个眼睛、睫毛高都还在、啊，他就会整个这样舔啊，你知道是这种才是真正不是，然后早上起床对方就中毒身亡，对啊，吃太多，而且吃太多假睫毛什么之类的，对啊，他也吃太多了吧？你不要担心，因为我一直很好奇，那你就趁对方还没有醒的时候，赶快去梳洗，赶快先逃离现场。不行，这样就输了，我就不能逃离耶。所以趁他起床，你放心好了，你虽然这么花，但早上起来他还是会觉得你性感。怎么可能？有可能吗？来，专家。说说一天就开始。专家好像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淡妆不行，你去玩怎么能换淡妆？对啊，所以大家可以跟我讲好土一夜情吗？我真的一直在没有。对，好像没想过。可是最大的问题应该不是这个。那你说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好对象。哦，对对对对，我觉得我烦恼过头了。对对，就像我一直很想要离婚，但是需要找到一个人去。根本没。对，烦恼过头。我觉得离婚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对对，我们思想比较前面一点，思想比较前端。好了，大家如果就是工作不愉快啊，如果你要成年之后才可以喝酒，有中国的时候，因为喝完酒就是不要开车，不要开车，怎样怎样，还有什么事要跟我们一，哎，还有一要跟我们讲，那我们继续聊好了。就是因为我在那个，还有一年，还有一年要一年什么？6月10号礼拜六下午1点，家乐福新店店免费店哦，是新店的分店可以免费喝到，那就是这个周末了，好棒哦。喝垮家乐福，喝垮家乐福。大家记得去新店，去新店。你说了，6月10号下午1点，在家乐福新店的分店喝垮它。快去那边等。各式各样的酒喝垮它。可以自己带杯子去吧。一定要的。狂装。好了，大家如果想到有怎么样的夜情的话，再留言跟我讲。